右半边落地安打，哇，这要回来应该挡不住了。哦，结果这一个半局啊，是八九两棒哦，相继的串联，分数来到了5-6，哇，这场比赛有的打了。我这一局哦，除了林子涵双杀打之外，总共5支安打。那棒球是不能跟游戏一样，这个开机重玩再来一次啊。没错，没错。所以你也想象不到说，如果是叫他做，比如说触及，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我们注意看一下这个地方，甘明彦去碰到一垒手的情况了哈。那当下甘明彦就有要问一垒裁判，一垒裁判说这个他是跟得出去，要问二垒裁判。但有一点可惜，就是那那告人哦都不懂得去做那个触及裁决。这里其实刚底下的 BB， 然后。就没有什么事情一样，喊个暂停，正式的，然后去问一下二垒裁判，刚刚是不是有妨碍跑垒，把这个程序走完。嗯，虽然这个是不能电视辅助判决的挑战，嗯、对，哦，但是有相关权益，当然可以就是上来问一下裁判。哦，当然这按理来讲是裁判自己当下要做裁定，没错。那这个刚刚那个整个走位的样的情况了，一垒裁判是跟着球出去，大家看到右外野。嗯，